式将在2010年10月31日晚上8点10分开始，人群聚集在黄浦江畔，庆祝广场再一次成为 VVIP 保护区。这边，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浦江中央亮起时，闭幕式就将开始。再请。表面闪光的特技飞机从卢浦和南浦大桥之下以及这些汉字周围飞驰而过，留下一串闪烁的火焰和彩烟。此时开始宣布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式闭幕，北会旗将被移交给下一个主办城市。全世界发布上海宣言，红馆和建筑物此时活跃起来，展示着体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的各种图像。或足迹城市发展的复杂历史，或的墙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核心理念之一，追求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或者一架大型运输机空投下7000万张花瓣状的红纸，象征着每个来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人。巨型全景驳船此时将重返江面，它们的外观已经过了重新修饰。佛里改装成烟火表演的平台，将燃放史上最复杂、精密、技术最先进的焰火表演。佛里以来最好的世界博览会完全相配的最佳中场表演。